这个黑猪五花肉非常的好吃，比羊肉还要好。这个穿的太宽了，所以头上这块不大熟，需要专门烤一下头上这块。这个鸡肉丸刷上一点烧烤酱，烤一串玉米和青椒，青椒要刷上烧烤酱。在花园里面烧烤嘛，有苍蝇和蜜蜂什么的，用上这个网罩。蔬菜比较难烤，所以就拆下来，直接放在架子上烤算了，不用签了。烤一片和牛，河北酸梅汤，入口即化。这个炉子还是非常适合烤和牛的。这是伊比利亚肉，来一片。这个肉还是比较有咬头的，这是 dried aged beef ribeye， 这个刷上一点烧烤酱，虾也刷上一点烧烤酱，牛肉烤好了，直接试一下。好嫩啊，你看一下。太好吃了，虾也好啊。放上鹌鹑、香菇还有豆腐皮，刷上一些烧烤酱吧。这是最后一种蔬菜，西红柿。好了，烧烤的示范已经做完了，现在我就开始准备大吃特吃啦。
每样都很好吃。今年的中秋烧烤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